苍茫白白阔手边孤寂淌过无淌离淌过也无红颜事一件人的伤头滴梦里在影阮心意完整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听品言唱过几首歌下来，我觉得 你是一个很你就搞变巧的一个人， 你很聪明，而且你很快速的可以调整自己。好，当上一次老师说你咬字太硬的时候，你就会去调整它。好，但是因为唱歌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不是只有单一个原因，它有时候是很多各种不同的元素。好，譬如说你有一些小音准啊，譬如说你有一些共鸣的方式可以再调整啊，就是小地方的东西慢慢累积，然后他去成就一首好的歌啊，所以他是这样。那既然你对这个舞台有兴趣，然后我觉得这个各方面你都可以跟老师再多多研究，那看怎么样让自己的歌唱技巧更成熟，好不好？好，这是鼓励你啊。接下来我们请子宏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品言，这首歌。你很大胆，你怎么敢选这样子的歌？因为这个歌其实是要有相当相当的功力跟相当的历练才能诠释得了这首歌。所以像你在唱这个歌的时候，其实它很多音很多气都是要 hold 住，很难很难。当你 hold 不住的时候呢，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抢拍，不自觉，你身体不自觉的会想要唱下一句，那不是你的意志可以控制的。选歌很重要，尤其你这么年轻啊，选一些适合你唱的歌啊。这首歌慢慢来啊，有一天你也会老啊，老了以后再来唱这首歌。OK， 谢谢老师。